这个呢，看得到吗？看吧。这个 XSS 蠕虫，那个是干嘛的蠕虫。呢？比如说，一个 QQ 空间，存在存储 XSS，存储 XSS，然后发送。一个阿贾克斯请求提交添加说，对吧？说的内容就是然后就是 HTTP，比如说2.2.0.JS。那么这个里面内容呢，就是这个里面内容呢，也是一个发送一个 JS 内容，发送阿贾克斯请求添加说内容，比如说 QQ 空间。阿贾克斯知道是干嘛的吗？QQ 空间，我发本说，发表这个，如果这个 QQ 空间存在那个群主差 SS 对吧？我发表之后呢，然后你在你 QQ 空间上打开 QQ 空间对吧？对。然后触发 JS，然后呢 JS 发送一个请求，请求什么呢？请求的是，说说。然后对，请求是然后发送阿贾克斯请求添加说说内容呢是这条，又是这条。然后你是不是中招了？你就我中招了，同时传播给另一，就是说对我的空间里面的人。对，然后呢你中招了之后，然后你的另一个好友，然后又比如说好友动态，然后往下拉加载，然后加载到你的动态，然后你的动态，然后是这个内容，然后触发 XSS，然后他呢又发送个请求。然后他又中招了，然后他的另一个好友，然后又看他空间，然后又他又触发 JS 又发送个阿贾克斯请求是添加文章，添加说内容，说添加说内容是这条，然后他跟他是不是也中招了？然后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对吧？对。这个就是那个 XSS 蠕虫，能理解吗？能理解，这个没毛病。给你看一下那个蠕虫相关的那个漏洞啊。这个游戏，有了这个，这个。
没写啊。你看，是这个吗？就是无穷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就是差不多是这种情况的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你看他们都中招了。嗯。然后是一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，那就可以了。获取到 cookie 之后，然后登录其他 QQ 空间，然后发到那个 QQ 空间上。能就是那个发到邮箱，邮箱，你说什么邮箱？没有啊，他获取了别人的 cookie 发到邮箱。也可以啊，我的平台有这个功能。就这个蠕虫，这个蠕虫，能理解吗？能理解。OK， 危害大吗？你觉得？嗯，如果存在的话，危害极大。Okay. 就是说，相当于他基本上知道了整个数据库的账号密码这样。整个数据库账号密码。差不多吧。你可以蠕虫可以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对吧？但他可不可以也可以获取别人的 cookie？ 对啊，就也可以吧。别人 cookie。也可以发送那个阿扎克斯什么的添加吧，对吧？那些。嗯、能理解哦。能理解。就是说你写的话可能不会去写，你要去写的话，你可以去写一下那个，学一下这个解释，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阿贾克斯，我以前说过吧，XSS。哦，对，我以前说过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如果我说的不详细的话，你再去找一下那个解释编程，然后学那几块语言，然后再到阿贾克斯，或者是学那个阿贾克斯原生态的发送请求，就不需要丢那个这块源什么的。OK， 能懂就行。